11000年前，一夕间被大洪水淹没的西方亚特兰提斯，难道台湾也出现水库下30公尺的秘密？以前住人都是比较在水底下，住在下面了吗？啊，对，这下去是永远不见天日的。现在我们脚上所踩的这块水泥地，就是当年水库管理局替居民所铺设的连外道路。居民都还在吗？而海底有丰富宝藏的海域之一，在台湾海峡，看考古队搜寻到什么？锁定周六晚间9点首播。台湾大搜索。